整天都会在这里晒太阳，我都会在拍我跑的戏，所以我们大家在轮流跑，我欧萱南星。今天很热，这个婚纱很长很厚，我很怕把那个婚纱弄坏，因为其实它的那个布料是很薄很薄的，所以跑的时候那个路又很粗，我怕一下擦到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快开车，来动！今天这场戏呢，其实就是我能够穿梭时空，回到可能某个阶段的，就是一个过去。你却失踪的日子，我想帮姜伟，就是南星的这个角色，然后想要帮他就是阻止他的未婚妻跑走。不要去，姜伟！谁知道误打误撞，我却害他就是。发生一个车祸。姜伟，姜伟，我们有去设计说，我们穿梭的那个时刻，就是我从。这个时刻被拉过去，另外一个时刻的那个动作就是在震的，然后就是整个身体都在震动，就是好像是time traveler， 对，然后就可以跳跳跳，然后跳到不同阶段。我们穿梭的那个阶段，有时候导演都会觉得很乱，因为他也会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你是谁？这个世界你是谁？所以我们拍的过程也蛮好玩的，嗯。